2017年才回去德国，我中文还没有那么好。我刚好去年才跟我老公一起回来台湾，住在台湾，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在台湾的生活。是一种东西，如果你需要开心的时间，你就会吃。就开心的时间，生日还是生 baby 啊，这些那么特别开心的时间你会吃。这个我还蛮喜欢，就让别人就很开心。最好的是那个德国蛋糕你自己做，因为我自己知道要怎么样做，我自己就知道要怎么样做这个 flavor。Hallo, ich bin die Sally aus Deutschland. Ich komme aus Frankfurt. Ich bin 23 Jahre alt und ich wohne seit etwa einem Jahr zusammen mit meinem Ehemann und seiner Familie hier in Miauli und backe für euch echte deutsche Kuchen, die es bis jetzt in Taiwan noch überhaupt gar nicht gibt. Neigezucker.看看，我要看看，我要看看你脸。哎 ，Ask her to come out, honey。没有，这坐好。那我就想要来台湾，因为我想要学中文。我以前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学中文，如果可以说中文，再都可以比较好一点找工作。啊，阿姨啊，糖糕拿给你好， okay. 好的。哇，谢谢。你要不要拿一样给我看？说是哪一个是这一次的新口味啊？黄色的，你就知道这个南瓜，因为上面的是橘子皮。但是刚好来这边，我学的中文很快，因为我需要跟我公婆聊天啊。那我如果我这样才苗栗需要做生意，我一定要说中文，所以我学的很快。这边是我们的烤箱，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烤箱，因为刚好，用这种烤箱，我不用用那么高温度做蛋糕，我就可以用130，差不多130度就做我的蛋糕就够了。这边我们就放我们的盒子，寄蛋糕的盒子，那还有我们蛋糕的盒子，一定要安全放吧。那下面还是糖，那上面我都会做工作，都会做我们的蛋糕，什么切奶油还是怎样的东西。这个工作台那个桌子比较高，因为我跟我老公都180公分以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比较 high level 的工作。我们这边就会放我们一片一片卖的蛋糕，然后就是这个三个我们刚刚就做好。要看看有几个人订蛋糕，那个人订几个蛋糕，有的时间刚好昨天我在那边14小时工作，对，14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11点，那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边很好，因为我们有好多 space， 好多地方可以走路，因为这样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刚好。今年2、3月开始用这个房间，以前我们就在后面做蛋糕，什么都很小，什么桌子很小，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东西要放哪里，所以这样比较方便很多。那像冰箱啊、烤箱这些东西，谁买？你自己买的吗？就是爸爸妈妈帮我们买，我们就选哪一个东西比较适合我们，但是爸妈就非常非常帮忙，他们都帮我们买这些东西。因为我媳妇来到台湾嘛，那也她也想说要做什么呢？那媳妇来到这边的时候，她就和我说，她有一个想法飞到她头里面，她说她要做蛋糕。那她说，因为奶奶的时候、妈妈的时候、妹妹都会做蛋糕，她就说她要做蛋糕，所以他们两个就从零开始。那我也想说，那就创业吧。Salt is in here, butter, sugar, pepper.
there's an it's not as sharp as before. No, one of them i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peel this time. 真是很帅帅的先生是我老公，我们就两个一起做真正德国蛋糕。刚好去年八月我们开始做，我就慢慢慢慢教他要怎样做。我现在做了柳金柠檬蛋糕，那做的非常非常棒。我比较不太喜欢做这一蛋种蛋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做的蛋糕比我更好，他的面团比我更好，所以他的蛋糕后来他就会很高。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对的，那我做什么错的，但是真的是他做的非常好，所以刚好两三个月完全没有自己做那个柠檬蛋糕，我比较不太喜欢做这个，所以现在我就让他做，因为他做的非常好。It's very good, really, it's very good thing. Don't worry. Yeah, 完全我就会做真正德国蛋糕，我完全没有改正一个食谱配合台湾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台湾人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一种蛋糕，因为真的是比较自然的口感，我觉得我不用改，我没有改一个食谱，完全没有，我就会用真正德国的。这样会做这些东西，我小的时候开始做，我妈妈跟我奶奶他们就两个都教我要怎么样做。以前在台北我是要做蛋糕，但是我没办法。后来在苗栗我就可以就慢慢慢慢开始做，就慢慢就教我老公要怎么样做。所以后来我们就在那边就开始做，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贵的房租，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就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做蛋糕，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随时要有开阔的心胸去学习新的东西吧，所以一开始会有点怕怕的，可是就让自己平常心看待，然后做久了以后也就习惯了，然后就做了就会越来越有成就感。Do we need you know the cherry box with all our tools here on the table?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if we got that on the table? No. Because like our spatulas and everything is in here. Is it stable? Very stable. It's perfect. Okay. I mean, this one really is perfect. Maybe the program. That's okay. That's okay. Not so serious. Mm. 我觉得还蛮喜欢他跟我一起做啊。因为我们都认识，我们就一起努力，一起工作，也是一起幸福，一起做玩一玩的。我们在家里做我们的生意，我们的蛋糕，那我们就是家里的人做。这样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很好。所以真的是真正的德国蛋糕，就是一个夫妻做，就是很自然。Oops, I burned myself accidentally. 大理石。This one is for 5, and the 大理石 for 3. 因为每个人都有的东西还要学吧。我们一定要 honest. 我们一定要 honest. 每个人，我也还没有到十号。十号是 master. 很难去那边，真的是。你慢慢学这些东西，就是慢慢学。我们在德国，如果我们要需要是蛋糕的 master， 我们要学6年，所以怎么可能？我们就开始做1年前。This is okay. Very very good, honey. Very good. 他对自己，就像他刚才讲，他对自己很诚实，然后他不懂的东西，他都会自己去学，他不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要装作知道的样子。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老师。没有，我自己也不是一个 master。那个真的是这样，我没有去这样的学校，不是一个 master， 我可以做，我可以做得很好，就是因为我这个一年我做的特别多。那如果我做一种蛋糕不太好，我就一直做，我完全没有看什么书，我完全没有上 YouTube 看东西，我就自己学，
因为我觉得自己学是这样是最好的，跟 Einstein 一样，这应该是 Einstein 说的，如果你做一些东西就1000 times and you will know 990 times how not to do it，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一点点。师傅啊，我当初认识萨利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他在 Facebook 上面，他有 po 了一个要找他的彩妆的模特这个讯息，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给他回应说我愿意试试看，就是那个时候我去台北，然后跟他见面，然后那时候才认识。今天还有几个蛋糕要做。今天不用吧，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就做看看新的。那明天有一个咬鸡，还是就拿旧的做看看，可以不可以做比较好一点点。改善是不。做一个南瓜蛋糕。再看吧。萨利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对自己做事情。都有很认真的态度的一个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会想的比较远，他比较会去预想一些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根据那些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他才去要做怎么样的决定，所以他比较不会，只看到眼前的一个东西，他们会想的比较远，我觉得这是德国人的习惯吧。我就这边看，然后这边写，有的中文字，因为我比较会用拼音写，我很少会用手写，所以我都要看看要怎么样写这个中文字。中文字就是很好看，我觉得这样就真的是很漂亮。就是我不太会用手写，就是这样。好，写好了。我本来是在竹科工作做采购的工作，然后后来。因为想要学德文，我在2016年的九月把工作辞掉，我去慕尼黑，然后2016年11月学校放假，我先回来台湾。然后那时候认识萨利以后，我在2016年的2月的时候，我又回去德国。后来我先回德国了以后。在 Facebook 上面还有跟他聊天，然后后来我才得知他已经也是回来德国了。然后他那时候从 Facebook 上面他有传他的照片给我，然后那时候我才觉得他长得很漂亮，然后加上想法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才决定说要跟他告白。对啊。你几岁？23。你几岁？32。差快11岁。是。这会是一个问题。没有，我不喜欢太年轻的男生，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个什么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你知道，我们不需要那个我在德国呢，他在台湾，不然的话你就很快会分走。其实如果坚持留在那边，我还是留在那边。可是心想，一方面是要娶她，二来是我不应该再带给家里更多的压力。他们是对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人，他们又不认识，然后有一点，一开始有一点。觉得这个决定太唐突了，不能接受。其他都还好。突然间，你讲你要措手不及啊！没结婚，大家转半夜大家转叫你结婚啊！我说啊，那东西都缘分啦，一切都缘分啦呀！有，so. It's like the one down there here.、Mm-hmm.Yeah, that's worth a shot. It looks good, though. 那就两年就一直聊聊天，就为什么我上面在法兰克福，所以我们就上应该4天就在那边就走好多路，真的是我们很会走路，我带他好去好走路好多地方。我说，
看到你就看到你，我就很难想象不牵着你手跟搂着你要聊这个样子。那我希望你可以当我太太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你要可以忍受我的个性这样子，然后就在一起了。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朋友，他是在庙里买咖啡的，那因为是客人订的，这样一定要帮他们现切。德国蛋糕最大的跟一般台湾的蛋糕比较大的差别是，他们是实而不滑，就是他们在蛋糕体的部分他们会下很多的功夫，可是在蛋糕的装饰上面，他们不会像日本还有法国的蛋糕来的，特别是法国的蛋糕来的那么华丽，然后很容易让人有饱足感。Short eating is better。嗯。这个是要拿去哪里？这个是松岛东海咖啡，苗栗市的东海咖啡，老板订的。想法是老板非常非常 care 他蛋糕，然后因为他也是会自己做一点蛋糕，然后他的饮料的 quality，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 care 好的 quality， 他非常帮忙。我们好多苗栗的客人就是从东海咖啡来找我们，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很重要的客人，所以我们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两三次送蛋糕给他。台湾客人也是越来越多知道那个蘸蛋糕是德国小姐做的。Careful, careful.所以有一摆甲新上当啊，点风食咖啡啊，叫我过摆来，哈，伊看了就去福群的看医生，甲新上第二片等伊，等伊过来以后就问来看下的买叫人，即个做叫人搞又买叫人搞，对，比如讲，比如问来就讲，伊咩又买做叫人搞，看我拿几只饭来吃食嘞，会不会记住拿个肉桂蛋糕了？这些赖老师也全部第二片啊。他个吃了以后讲，那鸡蛋糕好吃，对。这些是开始，还要讲说，这做的，这做的可以拿你们买款的，佮买一买发现到，他家做伊喜欢。对啊，会蛮喜欢买他的蛋糕，是因为我觉得跟他那边比起来，第一个苗栗蛋糕觉得非常少之外，还有他家蛋糕真的很好吃，是因为我觉得他吃起来，他巧克力他不会很刺激，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太能吃，反正就不吃很甜的巧克力啦。然后像他们家那个巧克力，我觉得是那种生吃香味，好像会有一些杏仁，对不对？杏仁，对对对，那个虽然吃得出来，它那个杏仁是好的杏仁，很香，跟外面我们吃那种杏仁的香味，那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味道，我觉得有吃过，然后你不用特别去买一个来吃，吃了之后慢慢你会知道说，达利的蛋糕是不一样在哪里。You still have any pieces left at all? Yeah, I have two or three.有沙喝？呀，哦，可以。Pumpkin. Six pieces. Oh, okay. Don't like pumpkin too much, is it?
Oh, wait, when did we deliver you the pumpkin? Because the pumpkin tastes like just a little bit spice. Yeah, that's true. 其實我想講，因為我做都未啲咯。係啊，唔做啲料都台北啦。因為料都台北翻，你德國人啲台北生活咪較過咪比啲咪啲較好啊。因為他家做個工藝文啊，唔第二片，你睇外國人第二片行個幾行，他家看到唔做，像看到買東西咁嘅，對啊。唔好讲伊买东西的，唔好讲国语，夹国语讲唔脏，又唔好讲合法，又去那边瞎搞作，又很困难。对，所以其实我想，我不能讲伊可能，伊第一片买叫人搞，伊想我开店，他又讲我跟我做安样的事情。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车上哦，我们去中药店买一下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市场，也是买一下东西，买南瓜。市场买的南瓜很好，因为它那都比较大一点点。哦，好热，真的是很热啊！你知道吗？我都没有开车在台湾，所以一定要老公开，因为我觉得路上太危险了，我觉得太奇怪，在台湾我不敢开车，我太可怕。对啊，骑车会。我完全不会，完全不会，真的。But if we start at that price, then I would like to buy the very good and nice jam again here. That. What about their parking lot? Okay. 因为市场刚好买很大的、很漂亮的南瓜，很新鲜，每一天就很新鲜，所以我们就常常来这边买南瓜。因为我有一种南瓜蛋糕，想要就买那个中药店那边。Hello， 来了来了。哦，老板你那么厉害，你已经做了花那么多，还很香。啊，老板你好。对呀，我都会来这边买一种香料做我的德式姜饼。那个老板特别厉害，他也是做一种东西，这可以放煮鸡汤哦。特别好吃，那个真的是最好吃的那些东西。去年12月5去德国，我带好多请给我家人吃，他们都还蛮喜欢。我说感觉要德国的小吃的啦，很厉害，我来买中药做一个饼的蛋糕的个酱料，实在不简单，我用现代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德国人很会用不同的香料做我们的蛋糕。但是这些香料在台湾最好的 quality 特别好的就是在中药店可以买，因为最重要的是 quality， 如果 quality 不太好，香料就没有很香。那刚好老板买的香料非常好，特别特别好，所以我就去那边买我的香料，老板就会帮我磨粉，我就放我的蛋糕。Check it check.Over there, ice cream. Hello. Again. 那这样很刚好啊。对，很甜。对呀，很新鲜，就看起来很漂亮，那么大哈。老板，这100给你哈，谢谢你。哇，他德语讲得很好哎。你听得懂就好。我们就用这个做我们的南瓜蛋糕，因为刚好市场就买的南瓜最新鲜最好的。How to pick up the pumpkin？ 你就要看 size， 因为最重要我们的 size 那颜色，这个 size 颜色都很刚好。非常厉害。它叫西施。这样子嘛哈。对。不好意思。西施，试试看。谢谢。那非常好吃。这个叫西施，有。你要不要试试看，大哥？西施，刚刚我很爱吃芒果，我觉得台湾的爱文芒果最好的，完全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特别好的芒果，就台湾的。谢谢你哈，谢谢你。Yeah, it's from Japanese time, right? Yeah. It's beautiful. 对，如果你在德国要做生意，就是有一个大的卖场，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刚好我们在法兰克福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水果行，那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如果你是做生意，买什么面粉这些东西，就可以去这两个地方。那如果你是比较远一点来的，你一定要开到那边去，跟你要开车1小时多。
真是很麻烦。来台湾我们有那么多什么进口的生意，那么多地方就是进口来东西啊，还是市场，我们特别方便做生意，真的是很方便。不要啦，老板，你怎么可能？收你！不要啦，真的，没有没有没有，收你，我们做个朋友，谢谢你啊，他非常 nice， 刚刚送我们那么多东西，但就是真的是对我们很好，他们就很欢迎，就来那边你就可以跟他们很好聊聊天啊，非常非常 nice， 我觉得真的是很个性很 nice。因为他说他是到年纪比较高，台湾比较少，然后我就想。其实我很多德国的时候要学德，要学德国话。他办好有一个同学，他日本师傅，他在日本神户这边做的日本蛋糕的。其实他不会讲英文，德文也不会。就日本人在台湾有说要下欢喜的，欢喜其实带我们主动来，用来带去。就德国给附近的一个蛋糕店，天天一点点那样吃。其实说的时候，我这样子讲，原来德国叫人讲，人家在台湾说叫人讲是没空用。在台湾所以叫人搞海绵蛋糕很重要的，不过德国人叫人搞西轮见咩样样样的，过于太低，真系是充安的。用到台湾来讲法是充饱的样，唔西一早就差不多就安的充饭就食得食饱。蛮 pose 的。有啲 cheese 没有怪过？那个肉桂面。有。还有姜，其实还有不用姜黄。冰箱。有点太扎实。哦。好。有没有？我在重庆大学退休的啦，因为我喜欢喝咖啡啦，吼，来台北了。啊，有因为老板他就拿个蛋糕啊，吼，哎呦，用蜜糖好吃啦，吼。然后他讲，哦，来台北有一个德国的啊，德国的个。师傅诶，客家师傅吼，听得伫德国来诶，伊做诶蛋糕就哇，很好食，吼、哦。我再你慢慢诶，愿意去读到去，吼、哦，再认识啦，认识沙莉啊，吼、哦，比如一直研发啦，研发各种蛋糕，无简单哦，真无简单。他学毕业以后呢，因为爱学音乐，故说爱希望可以转去音乐个念头，会有主来留校，故说爱计当时选择了去德国。以前到德国的慕尼黑待了有半年后德文，后尾到萨尔茨堡，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大学，学习差不多有七年班。所以你听电话制作多亚片，可以是做算到地的德国蛋糕，嘿，东方叶跟事情。但我那位朋友之后讲，其实要么表现出一下个现象，就讲其实美丽一出来，外籍就新住民还蛮多的。但过一般来讲，嘿，东南亚哈多，也欧洲的呢。其实也几年的，慢慢发现到欧洲的人口嘛有慢慢的增加，虽然不多，还是少众，但是还是有增加。我说像以沙利亚鸟的情形，对我来讲啊，是说对美丽来讲，它是当户的现象，因为美丽一成不年的讲过，它它保守，它传统的赏识。讲过有一点外国人落来以后，给我带你某块样的想法，过某块样的行为的形式。我说第二样的行为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思想。多多少少会影响本地人，尤其是后生人。啊，所以也计对苗栗的后生人讲当创业，因为也计点的其实当到后生人会来。啊，其实来的目的就讲大家可以个做一些经验上的交流。假设讲有外国人加入来的话，其实佮我带你某块样的想法，过某块样的思维。啊，看我中央的生活方式是讲你啊，你心里推这种生活，佮就可以结合。然后台北是比较激动哦，动派了对哦，其他的啲动安尼叫咩？其他无强，加多啲还无中央哦。哎，来等，真厉害哦。他教我以前讲德国人硬硬讲，就像客家人话动硬讲啊，因为讲我事情我样做来样做，所以比方讲，唔要转弯。有些客家人咪话，客家人咪话，你啲客家装地话，有些唔做到客家人话，客家人买东西来做生意，因为讲客家人所以。你用讲就冇用，德国人咧，唔过我咪讲，其实沙利佢一出台进步，佢一出上拍卖，可以融入客家庄里边，也可以思考啊，佮行为啊的，对，
唔会香港遇到外国人来台湾，系一样系去做事情、想事情的方式，还是像外国人一样的。妈妈，喂，没有，我就怕你们无聊。一天整天都在妈咪，妈咪，刚好也说妈咪，我说什么事啊？没有，整天在妈咪，真的是，真的比我女儿就是还要贴心，就是还整天就是妈咪，妈咪，你在哪儿啊？你在做什么呀？你有想我呀？我很想你啊，整天都这样。我们很需要跟他们一起出去，因为我们跟他们就非常好，他们的想法比年轻比较年轻，所以我们都可以很会很好聊天，完全没有一小问题。因为他在做蛋糕嘛，他就希望说，哎，到每个不一样的蛋糕店，像尤其是他们很多从国外来的，比如说他上次和我们讲是荷兰来的还是哪边来的，他就会去吃外国的口味怎么样。 Hello， 有什么好吃的今天？Chocolate milk crepe. Yeah. Those two.请给我们一个提拉米苏，一个柠檬塔，一个伯爵太妃糖，先生。那个啊，那个，等一下，上一定看看。你怎么打？现在就。这个我是不是上次给你讲，他们就弄好多那种法国的那个是吗？那个是吗？对。你要去阿丹鸟吧。嗯。嗯。我爸爸就一直订什么都不吃完了。给你老公吃。要吃吗？哦，不用。等下吃午餐。你一定要知道别人买什么东西，就是你不可能就说啊，那个是我需要买这个，我需要买这个。但是如果已经好多人买这些东西，可能你的生意没有很好，没有做得很好，那你就很快会关。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别人卖什么，别人的东西好吃吗？会不会太甜？会不会不够甜？这些事你都要看看，你都要先看看。哎，你买到了吗？哦，它已经变成你的了解到，但是我应该我没有换成的。对，真的特别酷啊！你这个都还没有这些东西啊。这是哪里的？这是一种新的 LA 美国的牌子，他们就会做这些东西。Is that theirs? Yes, Leslie's, I believe. Looks like it. Yeah. Let's go there and judge it.Mm. It's like a long time ago. 2013. Oh, forget about they're long gone. They'll never be there anymore. Definitely not. You're not sure. 像我心想到外国来嘛哈，来到台湾买个就无咩哈。不过我是来咩从头开始啊。不过看到佮安山忙，真认同山忙。像我心想，年年做到一扎一扎个乱搞做，当然真在做。看佮安山忙做，哎，咩当欢喜。Later there'll be a large amount of.Powder sugar on it. 过间的投资唔会当贵买，好就一开始从个烤模一扎扎的买，过那个从个机器，个只机器都台中添置的，差不多15万。好。We've got to go because we also have other cakes to bake. Remember, there's a shipping case for later tonight. 公司菜嘅投资也唔要动多动多啦，就让佢慢慢嘅安尼投资，唔要讲几下百万落去嘅。我知道安尼投资唔要动多，嗰件已经慢慢嘅回收嘅。以前开始嘅系，安尼会慢慢，一下其实开始就唔是完全就记得做得，用其他赚嘅钱燃料啦，嗰时间还有空气啦，我做安尼以后啊。我觉得最好的是，如果你要你很快长大，你要特别难过的时间，一段特别难过的时间，这样你就会长大。如果你从小的时候，全生活就是很招呼呢，爸爸妈妈就一直招呼你啊，你 baby 啊什么都会 OK， 你永远不会长大。那这个不对。如果你这样，你没办法结婚。
来讲，我就同个莎莉讲，莎莉啊，唔很勇敢哦，爱烟的地方，哈，来对到，唔认定我卡很勇的，唔最爱对向来，所以我就故说，我就讲，假使讲唔吃到好的话，唔就喝下来；假使讲唔吃到唔好的话，先妈妈做一本备用去票钱本，唔就做得转去，哈。结果一整夜以后，佮两个就同我讲，就要结婚。尊重他嘛，反正结婚就夫妻姻嘛，哦，我结婚以前讲，带转了一整夜，啊，私营房间啊，等会不会讲讲用，哦，到副证师傅都登记，啊，登记了，我想清楚哦，结婚呢变太年了，有个家庭了，啊，没，哦，你生意呢搞加拿大那样的哦，啊，做负一个责任哦，然后又想清楚张好。我咪就同你讲，喺同一个人，因为国家冇强样，相反冇强样，哈，故说有可能相反冇强样，相处相处啊，哈，很辛苦。我讲伊安尼，用安有耐心啊，要做要乱搞，可以啊，要做也要顾及各种精神啊，反正讲唔怕，伢你一定会成功，啊，像阿本人讲的，毕竟。一个种经验嘛，做马术是同样，因为要做乱搞精神哈，你百折不挠精神，一次做生意收个生意，要留下精神拿以后的出去做马个投入哈，同样人家有个经验的哈，哎呀，人家不过嘛很行行出状元啦。Hello， 不好意思，我要麻烦你。不会，现在就开始拍了。对。然后我本身对那种击击搏击类的武术运动比较有兴趣，然后西洋剑，它在很多原理方面，它跟这些武术或是运动这些是相通的。然后再来是，它可以让你，它可以训练你要，在怎么样，在一个充满压力的情况下，可以很冷静，而且很专注，还有很果断的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住在一起，然后工作也一起工作，我们上健身房也会一起上健身房。然后我觉得夫妻不需要每天都大部分的时间都黏在一起，还是要有一些私人的空间这样子。真的，他真的让我在情绪管理方面有进步。遇到很多小事情，本来以前会比较容易生气或是难过，现在也比较不会。去年开始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就是很常常会吵架，因为我们就是想法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不太 easy， 但是我们两个需要就可以，我们两个就脾气就改过来，我们这个一年我们的脾气就改了好多。So you will be out of it earlier and then I don't need to remind you. I'll have to pay for a year.可能是因为我是台湾男生吧，有时候还是有一些面子上的问题，然后所以就不愿意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那这时候他就会很生气，所以这时候就会吵架。但是我现在慢慢也会改变了，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我就会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马上改进，这样吵架的次数就比较不会那么频繁。我觉得人就是结婚就是跟一个 watch 手表，里面有好多那个 these wheels， you know， 你要就是这样。跟一个手表一样，好很好牌子的手表永远可以用，所以你就是要这样，你不可能这样。如果你一直吵架，如果你没有改变，如果你没有听你的 partner 的话，你就是会这样。但是你需要这样。
永远不要放弃改变的机会，还有做出沟通的努力。婚姻就像是跳舞一样，特别是像跳 Tango 一样，如果想要舞要跳下去，一个人前进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一定要后退，这样舞才可以继续跳下去。夫妻的相处之道就像是这样子，如果两个人都想要硬碰硬的话，那这个舞就跳不下去了。谢谢，啊，谢谢啦！哇，这个是红萝卜蛋糕，水蜜桃心蛋糕，我最爱吃这个了。那爸爸最爱吃这个啊？对啊，好棒！我以前都很少吃蛋糕，因为蛋糕我的印象中只有奶油跟巧克力，很甜啊，我又不喜欢甜。那我媳妇做蛋糕呢，一开始我也在就啊，这个蛋糕有什么好吃的？可是吃了一口以后呢，就是说不会甜。像每天早上呢，没有他的蛋糕就吃不下的样子。嗯，好香哦！哎，这是放什么东西？榛果和榛果红萝卜，红萝卜嘛哈。然后上面的是那个柠檬奶酪，柠檬奶酪其实。那爸爸那边就是有杏仁糕。你最喜欢吃哪一种的？对啊，杏仁分的沙河蛋糕，为什么？就不会太甜。真的是这样。因为沙河蛋糕不是一定要做那个层层的沙河那个沙河饭店的，沙河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个蛋糕。本来我们两个人哈，很自由啊，感觉到开始很自由。就他们两个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多了一辈人。可是我发觉到，真的多了一辈啊，两个变四个，多了一辈人。可是我觉得很热闹，尤其是莎莉又很可爱，还动不动妈咪妈咪，我就觉得。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我觉得很快乐，而且我儿子这样，他们两个看起来他们两个很好，然后很认真的一起做蛋糕，每天两个这样出双入对的，我就觉得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两个一样。算了，我一直跟我儿子讲说，不要忘了你是客家人，客家人的硬将精神，做事情呢，我一直讲说你太太呢也有客家人的精神，你啊这个莎莉啊，就是很坚持，然后。很坚持，硬讲做什么事情呢？搞坚持，一听到做得好，这是我们客家人的精神。当然，我们也还是会说，如果可以的话，能够自己计划未来，能够的话，我们也是有时候会提示一下。但一切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自己计划。我不晓得爸爸的想法是怎样。那最好啦，这个刚才讲到他们事业差不多了一段时间，想要传宗接代啦，我们就乐观其成，帮他看看小孩。我也跟我儿子讲啊，趁爸爸妈妈现在年轻，还身体还健壮，帮你看看小孩子啊，那你也不必去请保姆什么的啊。好，这个是。用台湾的土鸡来炖的所以他特别的喜欢吃。我们他妈每个礼拜一定要有。最少炖一次给他吃啊！哦，他上次他爸爸来了也很喜欢吃那个人参鸡汤啊。现在跟我公婆的 relationship 很刚好，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一个家庭就是很幸福，我们四个人在那边住都很幸福。那刚刚还有一个姐姐在上海，都是我觉得很幸福的。我们四个人一起就很好，一个好好的 family， 这样我觉得很刚好，很 perfect。那妹妹知道讲，爱爱唱下牙心跳，像下像摸的同样，因为俺那摸的嫁出去，俺们希望人像啊摸的。故说俺人呢嫁过来，俺们同样我想爱去个下陪人的生意呢，搭三年就平安难笑。那个鱼就拿起来，你就放这边，你也不用加什么油，因为那个油已经够了。你就放好多黑胡椒跟盐，就这样，非常简单。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很会煮菜，我的菜就很无聊。但是这个我可以的，那么简单的，但是这个我。对，来吃饭了。生活就是一个先生，真的是你们可以一起走路，很长长的路。他不是什么很贵东西买送我，不是这样。就是如果我生病了，他就很 care；
如果我要做事，要去哪里，要看医生，他什么都会带我。什么如果我太累了，他就帮我工作，我可以休息。就是这样，那个真最重要的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嗯嗯，那我刚刚好好吃。嗯，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 feeling。我自己也很爱跟爸妈住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家里就是很 alive。 妈妈一直说我们都是有自己的路要走，但是晚上我们还是有一个家，就可以就全部在一起，有好好的时间，有一个地方可以招呼，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一定要这样。所以我们都是要，我需要我们陪爸爸妈妈，那爸妈就陪我们，所以我们就一起有好好的，就我们就全部一起就好好的 family。因为结婚最重要的是你没有自私，你不会自私，对啊，你因为你要想到别人。如果全生活爸妈就一直想到你，一直想哦，那我的 baby 啊，因为招呼人不是就是 pat their shoulder and say 什么都会 OK， 没有，你要自己推你的屁股。I learned this the hard way。每个人都要自己推他们的屁股，一定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像这样，你就可以什么不知道，你什么都不敢做。Hello， 我是谢莎莉亚，我是从德国来台湾，我是客家的媳妇。莎莉，你是最棒的。妈妈觉得你真的是非常，从没有到现在，你已经一步一步的成功了。妈妈也经常跟你讲啊，那我们通通都做到了啊，那真的是啊，这个来了一年了啊，这个我们呢真的很高兴，很高兴有你这个媳妇。有很多，很多的阻碍跟挫折，然后，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相信自己的决心，还有坚持不懈，一切都一定会好转的。